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第一届运动会今天上午9点揭幕，由校长韩少将主持，全校师生1000多人参加。运动员绕场一周的时候，个个精神饱满，步伐整齐，获得来宾一致的掌声。最后展开了精彩的表演节目，包括鼓号乐队、大会操和体能技巧等。随后开始比赛的项目，分为军官、教师和学生等7个组进行。大会于明天下午颁奖闭幕。